郑重的报告一下，因为这个人呢是不管是素人区啊还是练习生区大家都很害怕的这一位，他是入围最佳新人奖。之前是 GTM 的男团，而且曾经入围金曲奖，这实力是太可怕了。我是不是很危险的？那我来点一个。森林之王震撼登场。